天气可真是好，嘿嘿，娃娃我呢，我打算出去买一点好吃的，回来做一个饭吃，也不会辜负我新买的厨具。啦啦啦！哎，这不是瞪眼蛙吗？乐乐，好久不见你，嘿嘿，好开心啊！好久不见，你在忙什么呢？哦，对了对了，我出来买一点食材，然后回家做饭吃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那我能去你们家吗？当然好啊。我们都很久没有一起吃饭、聊天、吹牛了，嘿嘿。当然，我还是很想你的。正好我买完菜了，我们一起去我家吧。好。梅乐，快来给你看一看我的新厨房用具，哈，这一整套可精致了。哇，这就是你新买的呀？对，你往这边看，这边看，你看这个是我的大砂锅，这个就是大砂锅呀，大砂锅，哎，真好看。还有这个，你看。这里面有一个小心形，等你什么时候来找我玩了，可以给你煎个鸡蛋，煎出来的是心形的哟。好啊，那这个是什么锅？这个是我的小炒锅。可惜娃娃我前几次做饭有点做糊了。这好像平底锅呀。对呀、平底锅。我平时呢也会拿它用来炒菜哟。对了，我要给你介绍这个，噔噔，你知道这个是什么锅吗？我想想，你看它有双层的，两个把手。这是蒸锅吧？嘿，揭晓答案。Mila 还是很棒的，这个呢就是我的蒸锅了。当然还有汤锅，这个是我的炉子，待会儿可以生火哦。那我帮你生火。好啊好啊，当然好啊。这边呢就是我的小瓷碗，你看红色的小瓷碗，我们等一下可以盛饭进来。我好喜欢红色的小瓷碗呀。嘿嘿，待会儿给你用哦。然后还有我的一些小盘子。到这边了，你肯定都看到了。好多好多我的厨房用具，有什么铲子啊、菜刀啊、汤勺啊，还有打鸡蛋的。我这拿了菜刀和筷子。是不是我的东西都非常的精致呢？没错，真厉害。那赶紧开始吧。好，我要给你做一个美美的美食。好诶。梅乐，让我们一起来做饭吧。好啊好啊好啊。我要来切菜。你怎么只买了白菜呀？对呀、我的钱都用来买厨具了。啊，那好吧，那今天就吃白菜吧。好嘞。菜已经切好了。我的炒菜锅呢？炒菜锅在这儿呢。讨厌，把锅放到火上面去。然后梅乐，你来点一下火吧。好。好了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倒一点油进去。然后把我们的白菜放进来。然后拿到我们的小锅铲，在里面搅一下，铲一下。哇，我已经闻到了菜香哎！我也是呢，我每天都在这样的香味中，感觉到很幸福哦。啦啦啦，梅乐，你来帮我加一点酱油吧。好，我来给你倒酱油。啦啦啦，好嘞。梅乐你可真棒。那是。哇，太香了，我觉得可以出锅了吧。是的呢。我们的菜已经做好了。哇，瞪眼蛙，你做菜还真有一手，不过我在最后给你加了点胡萝卜，你看怎么样啊？
比我以前的漂亮多了，麦乐，你可真棒！嘿嘿嘿嘿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吃了吧？我都等不及了。当然可以呀、啊！哇，实在是太香了！小梦姐姐和月月姐姐可是闻着这股香味来的呢。今天啊，邓远娃给梅洛做了非常非常好吃的炒白菜。闻着这个味道，我就想问问娃娃，什么时候做给小梦姐姐和月月姐姐吃呢？等下一次有机会，一定会的哟。那下一次就靠你啦。小朋友们，如果还想知道我们的邓远娃以后还会做什么好吃的的话呢，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玩具对对碰，还有我们的玩具欢乐秀哦。我们都会在这里等你们的，那就让我们以后的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